现在为各位粉丝所领取的佛牌签名。King， 你那边先旁边一点点，我这样拍不到。还是你安尼，你参加，阿我安尼。哦，带了一团旅行团进来哦。来哦。来哦，来三。各位旅客，各位旅客。各位旅客。我们高雄站准备到啊。我们转运站准备到啊。我们转运站准备到。已经到啊。还有你在搞。哎，如果你帮我拨一下，我起来。我留到这里是803号车厢。开始热了。来啊，开始热了。三个吗？一次三个吗？一次三个吧。哎，你们要怎么打牌？哦，一次五个吗？都可以啊。哦，好好好，拍照。拍照就等一下拍啊，对对对 ，OK。拍照等一下结束一起拍就好。对，没有不行啊，打卡。你先拍照打卡，再送佛牌的。好 ，OK。OK， 那那就是五个，你和你这个签的。我签。你不太够。你不够吗？像他和你吗？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要开始签名，然后发送那个佛牌机，开始手上。你那边这样子录，我这边在录，你那边要讲话，我都要用掉。对啊，你那边要用掉了。现在举，他们自己维持。我先打好卡。啊，就是有水了。去讲，对啊。先在那边打好卡，啊，现场检查这样就好。对啊，去哪就很正常。好，那你去讲。我觉得你再去外面，你去外面好了，再跟我讲。手翘手两个，这次没水了，就这就好。哎 ，Kin， 那你给他们呢？哎。Hello， 国牌，他们对啊，我给他们。先找票，先帮我打卡。干嘛打卡？在外面打卡，给你们检查。打卡完再给我们看呢、啊，他们打卡完给我们看，这样子。OK。那我们就先继续签了，他们就过来了，这样。没有没有笔。这个嘞，没水吗？这一个吧，这一只可以啊。这只也可以啊。二来。你行签吗？我可以签上面一点吗？可以签大一点。公开打卡就是公开打卡。真的把我鬼哥给封掉。鬼哥，你用这枪把你也别搞错。啊喂！啊喂！打好了吗？标兵，你们对。哦，标佛牌标举或转运站。转运站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哦。它这个上面就是会有我们的签名，左上角这个是鬼哥，右边这个是教头，底下这个是 King， 然后这一个就是我啦。看来只有教头是中文，教头，要不要跟观众说一下为什么你选择用中文？因为我头大。就检查，对对对，然后就给他们这样子。啊。OK， 那教头你这样，哎、啊，你就给他们啊，你就直接给他们就好了。好。OK， 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看这个笑容，不知道有没有看影片？应该是没有。有吗？好，有看影片哦。看影片的话就可以，没有的话就要收回了。好，谢谢。
有看我们的影片吗？有，在这中。哦哦，有你的问题。没有，因为再给我拍一张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赞啊，赞啊，赞啊！我是你们的粉丝。哇！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谢谢。到的都不一样，随机的。你不要，你赶快问他有没有在看我们。他说没有，没有人在看。先那个要看那个上面是公开啊，公开。就是公开分享。啊啊、嗨，帅哥，请问有没有看我们的影片？没有，没有啊，还我。没有，只剩空袋。没有，那个里面的佛牌还抽水。没有的话，鬼哥用刀戳他一下。好啊。看来鬼哥可以戳一下哦。看有没有要比让我嘟一下。让鬼哥嘟一下，保证你精力充沛。那应该很多人就会嘟我。哈哈哈哈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你有检查吗？有，他们两个看过了。哦，检查哪里啊？要检查哪里？哥哥说要检查哪里？检查手机有没有打卡。哦，可以啊。真的假的？好，谢谢。单独拍吗？这签过呢，你怎么签两个教头？啊，这一个是少我哎。哇，这个这边有笔，这边有笔。这个等一下给你的铁粉。这边有笔，一人拿一支吧。哦，这银色的我适合。好了，哎，来，不然太久。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哎，谢谢。他对你露出笑容。哎，有点诡异的笑容。怪的笑容啊。昨天晚上看着我的片。我觉得鬼哥现在面具里面应该非常的热。你在滴水啊？哇，里面都是汗水。那个可以麻烦鬼哥放水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这鬼哥一定有偷练啊！这个名字签这样子有偷练、啊，这有偷练、啊，看一下，这有偷练，有练过的观众看一下，这个偷练过的。啊，给他。哦、oh, 嗯，给他给我干嘛？谢谢，要给我装是不是？这边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哥，哦，好。现在你们圈圈传过来，这样比较顺。好，那要谁给？你给吗？都可以啊。啊，放鬼哥发牌好了。啊，这一只哎，你不是这一只也要？这盆，他说颜色那个啊，对啊。啊，黑色，黑色，鬼哥，黑色。黑色，黑色，对。教头，我抓包。教头刚才不知道在看哪里。嘿，看脸啊，哎，看脸，怎么都这样乱讲话？你看脸怎么会红？刚才在看人家的身材。被我抓包了，这小帅哥讲话不能对观众起淫啊，你不能意淫别人。好，真谢谢。年轻人就是没有定性，身体有没有好？好，哦哦哦，这是我，这是我，这是我，等一下，跟哪哥来？哥，鬼呀！我先过去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下次要签 blue hair。哈哈哈哈哈！
给我上身，我放那边。牵手机可以，你要给全部好哦，全部现在吗？要现在荧幕吗？现在荧幕？现在荧幕吗？好，哦，这姐没在，翘课没有？哦，这姐没课。你这样身教，如果看到，这回去都一直吃一警告。没有关系。你可以放在那个包包、皮夹、随身带着这样。不过如果你有包壳，它比较不会坏掉。可以啊，你就放在里面。对对对，放在里面就可以了。或者是你用一个塑胶盒子把它装进去啊，像卖那种透明的塑胶盒。装。还是夹链袋放着放包包的。这样子换了就可以。对对对。但是要带的话就要包壳啊，包这种壳。嗯，包壳。因为我身上有一个，所以。哦。可是我绳子断掉，我想说换绳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边我哥等下一人那个带去后面处理一下。好，好，来，帮我们带到后面的整间，谢谢。哎，外面现在排到你要什么东西？还是可以拍照吗？可以。好。外面现在排到哪边？帮我拍一下吧。后面。麻辣状元那边啊，隔壁。排到麻辣状元，哇。真的假的啊？一定是在逗我们开心。不要不要这么逗。伟哥跟我们合照一下。可以可以。好好好。还有六合路那边呢。谢谢。还要新爵江吗？好的，谢谢。好。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下个月可以录吗？啊，可以录吗？可以录啊，我录玉米啊。我苦瓜哎、欸，苦瓜、喔，苦瓜写谁？塞苦瓜哦、喔，塞苦瓜，塞苦瓜。我也是那个，那是化脓哦，苦瓜会流产。苦瓜，我在前面走，开心农场不行。妈，这直播有菜有花，我快挡不下去了、欸。有人在乎鬼哥的感受啊？有人在乎？我在给你脱帽子吗？我看你好难过。不行，辛苦辛苦。不是给你水啊？横着配吗？哎，耶。OK， 好吗？我帮你拍老手。哇，我看一下，他讲这样，我有点担心。我有没有脸？我脸有没有白啊？脸超白的，你脸最白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脸超白。鬼哥似乎绑这个时间有花比较久，眼睛没有在看绳子吧？我很专注的在绑绳子。好，我觉得这一面佛牌有点难过，他快要不能呼吸了。哦，被塞住了。不会搞，通常要都夹在这里。哦，施主不要这样子，施主。鬼哥现在绑这个绑的特别久，来，三二一，来选。鬼哥现在绑，哎、欸，怎么手在发抖啊？我觉得鬼哥似乎绑这个时间有花比较久，你眼睛没有在看绳子吧？我很专注的在绑绳子。好，啊，我绑错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再绑重绑一次。啊？怎么别人都一次搞定，就唯独他你要绑二多次啊？我怕他绑太紧。哦，怕太紧，怕太紧。鬼哥的手真的在抖呢，我没看过你抖成这样呢。你过来不要一直讲话，然后影响人家绑绳子。又要重绑了，你看又要重绑，又要害我重绑了、啊，不好意思。鬼哥是有在念经的。哇哇哇！那不知道你们要喝什么，就随便吧。哇，拜拜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这个我可以，老板。又来一代了，今天的观众真的是有够热情。今天的观众都是一代一代一代这样子的，一代一代都这样。